长长的街道人潮熙攘，从入口处走到尽头，百间店家林立，卖的不外乎就是糖果、饼干、山产海产等干货。有百年历史悠久的三凤中街，近年来为了因应时代的改变，商品变得不再是单一化，而是讲究多样全面，应有尽有。而买卖上则不只是顾及批发，还得要考量现代社会中小家庭人口的需求量，因此包装也开始走向精致化。走过百年老街里的店家也跟着时代潮流脚步不断转型，虽然都有各自的固定客群，但面对新旧时代交替，中街目前却面临到客群老化，无法吸引年轻族群走进老街光顾的问题。我觉得三凤中街就比较多要需要采购东西的人才会来。平常会来这吗？不会。这边一条街跟你走过去，没什么感觉。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逛，然后我觉得很像就是古早的那种市场。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少吧，因为这种就是都卖就是糖果、饼干、中药这样子，就年轻人可能会比较没有兴趣过来。对，平常年轻人应该是往新崛江的方向，不过身在高雄，那这边是一个高雄蛮著名的地标，所以身为高雄就应该要来一下。老店面、老街景，但在中街入口不远处的28巷里，却酝酿着一股新时代的力量。巷弄里老旧斑驳的墙面被赋予了新面貌，取而代之的是七彩斗趣的插图绘画。而沿着这些画走，我们来到一栋3层楼高，从日治时期就伫立在此，迄今已有百年之久的齐家厝。虽然历经百年历史，但这栋齐家厝的屋况依然保持良好。若要说有哪些视觉上冲突的地方，如果您走近一看，就会发现屋内摆设的全都是相当现代化的文创商品。承租下这栋百年老屋作为店面，经营起文创产业的店主其实是一位年轻人，曾经到日本研习西点烘焙，长期在国外生活下来，反而令他发觉台湾之美，并下定决心选择回到了故乡高雄创业。主要回来高雄是因为那时候主要是在日本在学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的水果啊，在目前来讲，我们的水果再怎么吃都比日本好吃，就是只差草莓属它而已。然后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台湾的东西做不赢日本？那时候又看到台湾加了很多，台湾的食物里面加了很多香料香精，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跟日本一样，他们都是用比较天然的原物料，然后价钱不会卖比较贵，所以我想要把这种观念推回来台湾，所以我想说用天然的原物料跟食材去做东西，然后把它带回来台湾，让人家，因为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拿一些他们比较专业的 recipe。就比如说像千层派那些，跟我们换一些我们台湾比较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凤梨酥啊、绿豆椪啊、月饼之类的，然后觉得说是我们自己把台式这个东西忘掉。国中时期就离开了家乡高雄，曾远赴日本发展，再返台留在台北工作，在外流连，但对于故乡高雄却一直念念不忘的他，最终还是选择回来这个有浓厚人情味的城市生根。高雄人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然后很热情，然后不会说，就是这样讲啊，就是不会说很算得很清楚，很多东西就是以人情味放在最前面，所以我才会选在比较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老街，就是三凤中街，也是高雄历史最久一个三凤中街这边来驻点。因为主要那时候是在台北工作的时候，也看到迪化街，那时候去台北工作的时候。迪化街那时候是跟三凤中街是一样，就是不会有年轻人去逛，然后也比较都是老人在逛的地方。然后后面这几年再去看迪化街的时候，觉得哇，它落差好大，就整个大财团进驻啊，然后年轻的人力进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在三凤中街做这件事情，但是以自己的力量看能够做到多大。然后那时候三凤中街的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之前都是过来三凤中街原貌买塑胶袋，然后那时候就是都是骑摩托车买，那有一天就心血来潮想说用走路的好了，就是下车把车停好，然后走路
顺便逛有什么店家这样，然后就逛到这里面，然后走进来想说，哇靠，怎么跟外面的氛围差了那么多？一个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年代，因为我自己本身鼻子有过敏，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它的空气氛围又跟外面市区有差，那怎么可能才一个间隔？然后那时候又看到这栋三层老屋的二楼，一只猫在追鸟，然后想说，哇，这个地方真的跟世外桃源很像，因为就是保留六七年代那种以前年代的那种房子的样子，然后氛围又很安静、很宁静，跟外面建国路很吵的那种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然后那时候就赶快 Google 一下，又查不到地图，就觉得哇，就是这里，就是非常的鸟无人烟，然后又离市区很近，但是它不用到很远的，比如说台南县啊、嘉义县才会找到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决定说，那就是这里。网络地图找不到，在人气兴旺的三凤中街里，其佳作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在相中了老房子的复古味之后，立即联络屋主，而也许是缘分。因为长期不在台湾定居日本的屋主，才刚下飞机回到台湾的第一通电话，仿佛有命运安排，就这样为这栋长期闲置的老房子找到了新主人。他主要这房子是快1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是就是他也是一代一代屋主，就是都是把他当契给主，就是他们也都是赚到钱以后才离开台湾。所以他才过了很久，可能就想说啊，要把房子处理一下，所以再回来再把它卖掉，再换下一个。然后已经就是变成说，因为他承接的历史都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屋主在住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哎，出外够喝，这是我们的 key 给出，所以就一直听他讲这句话，听，就那时候也想不到店名，就想说好，那因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就是说要帮文创产业做一个类似像庇护工厂一样，就是让他们平常日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以卖东西，然后又不会像一般的大企业的文创商店给他抽到七八成那种很高，让他们完全没有利润，他们就不会想要去卖嘛。然后想说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去卖他们的产品，可以不用只是因为文创市集才出来卖，然后帮助让他们想要更加努力的去创作艺术的部分。所以就想说，哎，那就把这间当成是大家的 key 给出，就是也是赚钱的 key 给出，所以就那时候就叫 key 给出。不过老屋新生活化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简单工程，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经营的是文创产业，在整顿装潢上可得费尽心思。承租下来的状态就是脏。乱两个字可以形容，哎，没有其他。但是它唯一好就是说它的房子结构都没有什么损坏，然后我们也就是想说要保留它原本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像二楼的和室啊，它是 Hinoki 做的，然后类似像这样，我们要想要保留它原本建筑，不想要去破坏，所以我们就尽量以一些装置的方法去改装这个房子。就像你看到所有的家具啊，都是人家不要的。丢在门口的，然后我们去询问说：“哎，屋主，你这不要了吗？”他说：“哎，对，那我们再捡回来，慢慢的去把这间店装置起来。比如说像现在的环境，就是像旁边的黑板啊，那个也都是人家不要的门板木头，然后我们自己买回来啊，自己捡回来，然后绑那个树绳啊，漆油漆。然后像你现在坐的桌椅也都是。”咖啡店倒店，他们觉得很丑，要请回收那个，请回收车把它收走，然后去把它搬回来的。然后木头也是剩下的木头去做，水缸也是人家制酒厂，他们已经关掉了，没有在用的去用的。然后那边的吧台啊，也是用站板，就是一般货柜在用的那站板，下面的木头站板去用。桌子也都是捡，所以就是不断的熬夜，不断的不要睡觉。不断的晚上去看有没有人要丢在路边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说，如果这一间店没有，如果我会水电的话，这间店就完全不用花钱，所有的钱就是砸在水电上面。因为老屋它最危险就是说电的问题，如果说电线走火什么，所以变成说
它整栋的电线要重搭，因为以前的房子都是把电线拴在墙壁，啊，你不可能这样慢慢去抽线，这样又更花时，所以变成说整间的电线都拉粗的，然后全部重拉，主要大部分的花费全部都是花在水电上。从整修到装潢，通通不经他人之手，保留了老屋原有的样貌，再加上年轻人的创意思维，新旧交错之下激荡出的火花，也让这栋百年老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它原本啊，这一栋房子都是很日本人盖的洋房式，所以它会有很多内箱的仓储空间，跟一些比较日本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设计感在里面。这个空间就是变成说，它是一些老式建筑。那现在简单讲就是说，一般年纪大的人他们想要的是新的房子，然后觉得说老老旧旧、凹凹吵吵，所以他们就会反而一直想要整修。那我们年轻人呢，就反而是想要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是说以前的老房子。那在这个状态下，所以我采取的模式就是说，尽量保持它原本旧的样子，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去把它拼凑起来，然后不破坏它原本屋子的结构，让它保留原本的屋子的样子，但是把它整理干净，整理的新式，比如说做成是现代化的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展览模式。